就这样，他就在飞过去。我刚把车停好的时候，我走进那个西洲国小的礼堂，我刚脚一踏进去的时候，因为我迟到了，憋那么久哎，我还回家洗个脸就迟到，然后乡长就帮我抽了，单骑军空军第一盒，乒乒乓乓就放鞭炮了，砰砰砰砰砰砰砰。然后就看到很多的同学，大概有300个，有一点狐疑的眼神，然后就祝福的眼神，然后就是幸灾乐祸的眼神，因为空军的签比较少，因为要当3年兵嘛，3年的兵嘛。那我就站在礼堂门口，突然有一首歌就想起来了，就是我师父的歌，有家唱的歌，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？真的，我的整个人生都是这么迷茫，但是我很坚定，我就决定，好，那我就决定就去当兵了。我就雄赳赳气昂的骑摩托车回家，然后我那个笨弟弟就看到我，我笨弟弟说：“哎，兵签抽的怎样？”我抽到空军，我弟弟还说：“啊，你要开飞机哦！”差很多了。后来呢，我就去了部队，去了中心，虎尾空军训练中心，飞虎376梯次，民国67年。3月1号入伍，隐隐一封信，好困吧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空军为什么会为我写歌。隐隐一封信，好困吧，是不是？后来一路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帮我写歌，李宗盛也帮我写了一首歌。你说你太不该爱恋，你说你万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我整个人生都觉得很迷惘，怎么大家都一直帮我写歌？所以决定我要开始写歌。我就到了湖北新兵训练中心，每天出操，好、哦、头昏脑胀的。突然来了个老娃，听说是从空军总部来的。老娃口齿不清，不知道是哪一省的人。你们湖北啥？洋气。有没有？有抢香的？请你打我，来，你来喝酒，我就跟你喝。这边多。不吃不喝，马上就死掉了。我说是，这年头不吃不喝，马上就死掉了。来，跪下。就来，就到我们那个新训中心，然后。老师官长雄赳赳气昂昂，这时候对着大家的班兵，大概有200-300个吧。你们队长有没有人会咬鸡啊？突然零零落落有人站起来了，啊，我旁边那个是我。那个同学阿昏啊，他说：“别出公差了，别油漆了，给你夹起来。”我就站起来了，然后就排队就出去了。然后那个老外就对着我们一排人就说：“你会什么油漆？”油漆，啊，怎么这样？后来前面的人突然眼里慌，吓吓吓！他问我们说：“会什么乐器啊？”我
啊，伊阿芬那是迄、那个，阮的迄、那个国中的大鼓的鼓手。我说不不能搞神，不然要怕做。啊，你死啊！你死啊！你死啊！我说我都我都瞎混，然后我就站过去了。你为什么咬气啊？哦，孙馆长，我会弹吉他。我在那个高工演练过。我们是酷曲曲乐队，没有吉他。他说我们是空军军乐队，要来拉兵，没有吉他。你还会什么别的摇器？王士官长，我只会吉他。好。他大概，那个那时候部队哈、哦，那个老士官长都很没有结婚，就比较那种，有那种某种倾向。嘿嘿，我就莫名其妙进了空军军乐队嘞。哎，我就瞎混了就进去，他就把我点名进去了。真的，后来还有别的故事。等这首歌唱完，我再告诉你。现在啊，应该可以唱到12点啊。